健康养生品牌培元堂九月一号起正式进驻百货龙头星光三月台北站前店。为了庆祝新柜开幕，培元堂特别推出了燕窝礼盒中秋送礼款。董事长周玉仁极力推荐自家即食燕窝的品质，所以我们都是用最好的。像一般做成这种即食性的燕窝呢，你往往喝到比较多的糖水，里面的这个燕窝的质呢可能比较少。那你如果吃到我们培元堂的燕窝，你一定会发现里面可以看到满满一条一条的燕条在里面，那口感是非常的饱满，非常的扎实。这款燕窝是全手工层层挑选制成，固形量达到45%，不含脂肪，也没有添加防腐剂以及漂白剂。此外，董事长也补充，现在的燕窝制作已经采用非常环保的方式搜集，不用担心会影响生态。那现在透过燕窝来让燕子进去筑巢，然后饲育它的小孩之后，食用完之后呢，我们再把它们不用的这个燕巢把它摘取下来，所以这样子更环保，然后可以永续的使用。我们在远东百货的信义 S3，然后还有竹北跟桃园店，以及现在新开幕的星光三月台北站前店，这里都有实体门市。那大家对燕窝有兴趣的，都可以来现场看，有最清楚的资讯哦。燕窝自古以来就是尊贵的食品，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跟胶原蛋白，再加上业者这次在外包装上又特别采用台湾图腾花样标志，搭配金丝质感的花鸟图饰，营造高贵典雅的价值，跟滋养高贵的燕窝内容物互相呼应，应该是馈赠海内外尊贵亲友最佳的选择。